2017年3月23日，据《南方周末》报道，因公司资金困难，山东女企业家苏银霞曾向地产公司老板吴学瞻借高利贷百万余元，因无力偿还巨额利息，吴学瞻命令手下三番四次不择手段让苏银霞偿还利息。2016年4月14日晚上10点半左右，苏银霞儿子于宽看到母亲苏银霞受到凌辱，激愤杀人被判无期。